Thank you very much. We a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bout 40 minutes to pose questions to Chairman Wang. And since I'm sitting on the stage, I'm going to start off. And then I'm going to turn things over to people in the room. And as Dean Tufano said, the first 20 get a signed book from Chairman Wang, so think hard about your questions. We also have some members of the media in the back, and so I'm going to get to their questions at the end, and some of them I might integrate as we go along. So thank you very much. It was a fascinating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build a multinational firm. And a multinational firm, you said, from Wanda's perspective, you have to get connectivity because you want to create connections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but you also need autonomy because you want to give local managers the autonomy to do what they do best, and you give them the incentives to do that. Is there a tension between trying to pull together the connectivity and integrate an organization and give them autonomy at the same time?你中文说的这么好，为啥不用中文说呢？ 我问一下，那个Wanda变成一个全球的组织，有什么障碍的，什么问题啊？你说障碍，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英语不灵。 啊，真的，现在这个我们公司有很多跟随我们发展很多年的这些老成，啊，也有很多人很优秀，一步步的锻炼起来了。现在随着企业国际化，随着业务的一转移，哎，这个英语这个短板就出来了。比方现在我们要配置我们自己的旅游公司、体育公司、娱乐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都要跟外国人打交道。 所以很多人是很优秀，就这一块短，说很麻烦，啊，不能使用。当然这是开玩笑啊，这个语言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也可以招懂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招人就是两条：第一，这个中国人嘛，英语好的就肯定排在前面；再第二条，外国人会中国话的就优先了。哎，这个确实，你在中国，你在我们万达电梯里，你会经常看到老外。 真正的这个洋人啊，但是一张口，哎，普通话说的比我们三分之二的中国人说的还好。因为中国有很多地方语言你都听不懂的，啊，那么除了这个语言的以外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多元，就在不同的国家要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方式，不能套用。没有标准答案，就是管理一个国家的企业，尤其是管理不同行业企业，任何企业管理找不到标准答案。 Many of the companies that are expanding overseas from China are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they have not been as successful. So one of the questions from the media, this came from James King at the Financial Times, was, is this one of the reasons, are these firms motivated by non-commercial motivations, and this is part of the problem with their investments? I 但是总体上来说，民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做得好一点。核心原因就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做的时间长一点。对，国有企业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他可能
可能在国际化方面之所以刚才你讲的说他们可能做的还比较有一点不能说差吧叫做的稍微有点欠缺除了刚才讲的这个认知时间长短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在制度层面上还欠缺这个适应国际化的这种设计就是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决策需要迅速在国有企业的这个制度层面设计上就可能很多人就怕负责任造成决策就拖延可能你就不一定赚得到钱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领导给我讲的 当时国际油价不是现在了当时它不会预见到现在油价跌了30美元要是跌到那个美元的话它可能不知道它买多少就那个时候油价下跌从100多美元的时候跌下了一点点他认为大概会有一个时间窗口会跌到80美元左右他说这个时候买进70-80美元他说买进最好机会但是呢这个投资前也比较多就层层报 他说等他这个最后报告还没等批下来就一下又上去了所以就错失机会所以我觉得制度上可能有一些问题再一个我还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现在我们在伦敦这个泰晤士河边上正在建一个现在伦敦中部吧就像伦敦这个海德帕这周边最高的一个建筑也是一个将来建成以后也很快会建成现在已经给开工建了厂 那这个是一个最高端的酒店那这个项目呢应该说我们算是捡着了是吧现在这个项目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完全是基本上可以说是白赚一个酒店吧而且房子还超级好卖现在正好赶上伦敦这个房子短缺的时候推多少供多少那怎么决策的呢就是我的那个海外发展那个老总正好找伦敦来出差碰上一个银行要拍卖这个 不良资产就给他讲说你一个星期的交钱就不上市场上拍卖了就给你了一个星期交不了钱就上市场拍卖去那拍卖可能就比现在底价贵得多了当时打电话给我汇报我还怀疑他听错了我说你确认一下他说楼面价900磅哎我说你我确认我说是不是你听错了 我说卖10万多900磅我说这么便宜吗我这个是做搞了几十年房地产的人我说这个从世界各国衡量这个价钱不会这么低我说9000的话好像又不太合理我说你给我弄准一点他马上又去确认或者告诉我确实是这个那需不需要更快决策我当时电话的拍板我说你不要回来晚几天回来马上签协议三天后把定金付了所以你看这种机会国有企业恐怕很难做决策 Last month, you announced that you bought a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And you've been very heavily going into the cultural, making Wanda a cultural force. I was reading your book, and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Wanda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you talk about execution. That Wanda, you say that it is gonna, you do what you say you'll do, you do it on time, and you control cost. And that's a core reason that it was very successful. Does this competitive advantage translate into the cultural industry easily? Or are you gonna have to develop new sourc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order to be a cultural force?所有企业都需要有执行力，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大师吧，企业管理大师叫原来GE那个CEO叫什么杰克韦奇是吧？对叫杰克韦奇，对他这个曾经就说过，最伟大的是执行，就是作为企业管理来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策略。 多种多样战略，但他认为最伟大的是执行，讲过一句名言，我是非常赞同这句话的。所以很多我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我们从地产一开始过渡到搞电影啊，搞娱乐业啊，搞体育啊，搞旅游等等等等啊，现在包括搞网络，我们都是非常强调执行力的。开出，比方说年初一定要有计划，啊，而且这个计划要分得非常细，啊，要有资金的计划、现金流的计划，然后有这个要一定要细化到每一周。 然后我们自己会有一个电脑系统来跟进，我们叫做这个自己叫计划工作模块，这是万达的独创。这个我们这个软件获得了全球专利，啊，这个会指导我们，啊，在一路走来每一步的工作大部能不能完成，完成了以后大概在这个能看得到这个分级别了啊，看哪个系统能看得到的就是绿灯，只要一周没有落实到这个，你原来的计划可能就变成黄灯。 如果再没有处理掉，啊，可能第二周就变成红灯，然后红灯就会有处罚，就会有跟进的处罚措施呢，什么？而且还分级别，分一级的工作节点，二级的计划节点，三级计划节点等等等，这套管理方法，开始往娱乐业、往体育业的时候，很多人笑话我说：“你这个这些计划，怎么可能适应到这个文化呢？好像搞文化产业的人、搞网络人就应该穿着拖鞋，穿着 T 恤。” 啊，爱几点来几点来，爱几点走几点走，这特别是我要强调，我说要穿西装打领带，他们说穿西装打领带就不适合这个行业，啊，后来我就讲了一句名言，可能现在的中国也很流行，我说我不相信伟大的思想会被一个西装束缚住，啊，我说你真正有创意是在脑袋上，它跟这个领带上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是。 我是特别强调执行力的一个人，所以万达现在也创造了全世界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啊，唯一不是还有第二，唯一的一个例子，我们每一年要开业几十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啊，商业中心嘛，现在不叫购物中心，商业中心还有十几二十个酒店，还有若干这些项目，包括我们自己拍摄电影，包括我们搞这个体育搞旅游，都是。 所有的任务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一年半年半年，全部都是完成。说哪一天就是哪一天，这是你不要看得很简单的事情，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对执行力的理解，它是所有企业、所有行业都应该强调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有人认为搞娱乐产业、搞科技网络产业可以不强调执行力，那这个人。 Let's take some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But, there, yes.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your talk, which has been wonderful.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your policy of offering incentives of 10% of profits to your managers, but I wonder how this works in the hotel industry. I'm a hotelier. I have five hotels in the UK, and I can't afford to give 10% of the profits to my managers. How do you manage your incentives in the hotel trade?万达有多少酒店？已经开业的酒店，这个已经开业的酒店，这个确实，因为我不会管了，大概开业的酒店在中国五星级，接近100个吧，反正差不多啊。海外也有这个，现在已经海外有7个，这个我们管理的酒店，在中国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多一部分吧，是万达自营酒店，就是我们自己成立一个酒店管理公司，还有1/3是委托给几大管理集团，什么集团都有，什么品牌都有，大概接近20个品牌，什么各种各种牌子，大家耳熟能详这些品牌都有。哎，这个企业管理顺的时候，这个经济顺的时候还真看不出来，啊，中国有一个反腐运动，可能大家知道啊，在那之前还看不太出来。 任务都能完成，哎，这个一这个杀吃喝风八项规定以后，这立马显出差距了。老外管理的我们这些酒店，基本都完不成我们的目标。
万达自己管理的几十个酒店，全部都完成任务，甚至还提前。那你说靠什么？我说实话，这个物质的激励，只是其中一部分，核心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靠万达最核心就是靠万达我们自己这个计划工作模块化这个管理软件，我们会把每一天的收入成本。 细化到我们集团总部这个信息中心以后，细化到一周，我们要求系统细化到每一天，所以你每一天就看得到，哎，收入、支出、利润是什么个情况，就不至于说到半年到年底再算账，发现没有完成，已经回之晚矣，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个其实能完成任务，我们在这个酒店行业里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要把我们的所有的目标。 要分解到，要分解到每一天每一周啊，这样去管理酒店，所以单靠奖励，单靠刺激，它瞪眼就是利润没上来，你靠什么刺激啊，是吧？所以说酒店管理，我觉得，跟所有的管理都一样吧，酒店管理呢，无非是稍微难一点，因为它这个是算酒店算是一个最大的奢侈品品牌吧，它的这个文化，可能它的一些。 它的行业，管理行业多一点，你看它有搞餐饮的，有搞美城的，有搞客房服务的，还有接待的等等，什么的，可能稍微门类多一点，但是管理的，道理是一样的，我管理这个酒店就是这么管的。Right in the front and the white. 48家集团，然后我注意到您最近几年在这个海外并购，还有包括中资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其实上做了很多大的举措，而且也非常成功。但是您知道，就是从去年开始，习近平主席访英之后，中英两国进入了黄金的时期，而且就是两国都说要在各方面进行全面战略合作，尤其是在 一带一路，或者是在欧盟市场，还有包括原来英联邦53个国家，您觉得就是万达集团作为中资企业，就是中国最优秀的这样一个企业，在进军全球市场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跟一些英国的优秀的企业结成这样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进军除了中国和英国以外，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新兴市场呢？谢谢。你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个。 我觉得先把自己万达自己国际化搞好，然后呢，我去年这个贸易署开了一个会议，介绍英国一批这个愿意到中国发展的企业，希望我把他们带到中国去，因为我们有平台，我是一个平台提供商。其实万达广场、万达度假区，并不是我自己经营，我只是管理者啊，我自己经营很少一部分。那我说你们可以愿意到中国去，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平台啊。 不管你是搞服装业、搞餐饮业、搞这个什么这个化妆品的什么都可以，那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是我自己来投资，第二我把英国的企业带到中国去，现在你又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希望我跟英国的优秀公司合作，开拓全世界的这个市场，对啊，这是一个很伟，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设想啊，我希望我能落实你提出的目标。 Back there in the middle. Sir. Microphone. Sure. Sure. Hello. 王先生您好，我是这边的一个学生，我想问你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你在万达这边的个人努力和勤奋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 是个人的理想，对财富的追求，还是出于社会的责任？谢谢。分阶段吧，分阶段。初期激励我不断奋斗的初期的目标就是过得好一点，不然我就不会下海，对吧？原来我是从政府机关下去的，当时下去的目标确实初期目标是很简单，自己活得更好一点。 所以我刚去这个公司的时候，跟我的这些公司员工讲，我说，干了1亿咱就退休。这为啥呢？
那当时想想，这几万元就是很了不起了。我说干了一还干什么呀？我说干了一就退休。但是没想到，很快这个愿望就实现了。啊，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后来发现，哎呀，我说这个目标定低了。后来我就说，咱们这样把目标定大一点，把公司发展的更大一点，成为一个知名企业，哎。这人生的坐标就有所修正，啊，于是就，这个，那么最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啊，最最重要对万达来讲，最最重要的步就是1993年走出大连，从一个地方企业，你要知道走出到全中国发展，等于到两个欧洲去发展，是吧？中国的国土面积是两倍于欧洲，人口两倍都不止，是吧？这就是很大呀，能敢有勇气走出去这一步。所以第二个阶段激励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哎，要成为一个知名企业。那最近几年再激励我自己的目标就不一样了，什么呢？那就是我自己有了更宏伟的一个愿景，企业愿景就是把万达做成全球知名品牌，作为一流跨国企业啊。我不能讲具体数，我们内部是给自己定了数的，2020年一定要做的世界前多少名。然后这个目标还在激励我，因为这个目标还没实现嘛，啊，那么也许这个目标2020年，也许2019年，2018年实现了怎么办呢？那可能我就两个选择了，也许真退，也可能就退休潇洒去了，啊，也可能说不定再给自己再定目标，哎呀，再定那个目标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是吧？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做这位这个企业文化总经理，这个我记得在几年前。我这个给那时候公司，我们万达才大概收入100多亿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回是说真的啊，我做了1000个亿，一定退休了，收入做了1000亿，哎呀，真是这个有应该说两方面原因，中国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平台，你不用太勤奋，你跟着坐车，东北话讲坐车就跟着混，它也每年8-9%的增长不。那你再稍微努力一点就10几20几了，那他没想到我这个提出目标以后呢，大概4-5年5-6年就到了，他就问我，董事长你退休不啊？哎呀，我说现在这退休是不是太早了点啊？我说咱这样，这个目标不算，就算食言了吧。大家，我重新定一个，我给大家说，就定了现在的目标，说我们成为啊一流跨国企业啊，现在提个具体的数字211，那个实现以后可能我就。真就要退休，退休不是，完全退，我叫退而不休。干什么呢？我自己说了，我要搞一个最以我名字命名的最大的慈善基金，可能就做另外的事情去了。但是可能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天天这么勤奋的上班，天天干这个，可能做另外一个事情。你说激励我自己的，其实是分阶段的，人生的坐标是分阶段的，这是比较现实的。在人生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修正自己的坐标体系，这才是现实的，而且才能达到的。我遇到一个青年创业，我在很多年前就跟别人成立一个这个创业基金支持青年。那么3年前万达就原来是5个企业合伙，或者3年前万达干脆自己独自成立了一个创业基金，每年支持100名大学生创业。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好吧，这连续几年创业成功率都在95%以上。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不是给钱不管，我们还有每一个人要配2个指导老师，方案要经过评审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个青年他老找我说，哎呀，这个创业要做多了。好，我说这样吧，本来我们有评审过程，有评审阶段，但看了你这么样的老3番5次找我，我就破个例，你不用通过评审了。我给你写封推荐信，直接就给你几百万来创业。你说这个人跟我说什么呢？还几百万哪能够啊？那我说你想多了多少？他说起码几个亿。那你说是不是这个人的坐标就出问题了？我说你懂不懂？几个亿不叫创业了，叫成功者了，是吧？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就是人生在过程当中提出现实的能达到的目标，达到以后再修正目标，不是一蹴而就。
王先生您好，我是牛津的一个学子。我想问您，就是您这么的繁忙，就是平时有没有通过某一种方式给自己就是预留出一些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还是说对您来说工作本身就可以是一切，这样就没有关系？工作不是一切，但工作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我想给自己预留时间，做不到啊。他为啥呢？我想休息，公司下边老这些老来打电话，我倒是说实话，不是现在，不是具体做事务，我差不多有4到5年没有过问具体事务，就是老给我安排会见人。今天说这个谁来了，你要董事长不行啊，你要去会见一下，给面子，你给了你会见了，就我们就好工作了，怎么好，我就会见。那除了国内，现在不是国际化了吗？国际化来的老外也挺多。那你说来了你见不见呢？你也得给面子。所以我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会见吃饭，这个所以说我想休息也很困难。就这样。How about the woman in the back there? That in the middle? 王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是牛津的学生冯彦君，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就是比较关于企业并购方面想问题想咨询您，就是现在可能在全球经济都不太好的情况下，那么企业的估值就会比较的低，然后在扫货的时候呢，可能就比较便宜，但是可能就是前景就不是那么的美好。那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可能一开始就是这个财报会受拖累，然后这方面的话，万达怎么去平衡就是便宜的估值和不太好的这么一个预期？其实任何时候都是并购的好时候，任何时候都是做生意的好时候，没有哪个时候的最好。就像法国有个著名作家说过一句话，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也是一样的。你说哪个时候是便宜的，哪个时候是贵的？你如果只看2-3年，有这种可能性，这个时候是便宜的，这个时候贵的。如果你把这个事业看成是长寿的，看10年这个周期，就无所谓哪个时候进去，哪个时候不进去了。你说现在估值低，你买了，那可能将来估值就一定高吗？也不一定的。最重要的是，就是刚才讲的，并购企业最最重要的问题是选准并购企业，选对方向。就这个企业并购完了以后，对你企业是不是能够起到进一步支撑作用，把你的业务范围做大，或者使你原来相对不关联的行业有关联性，能够相互依托变得更强大，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思考的。估值买的便宜一点还是贵一点，这是投行人的心态，不是企业家心态。I'm going to take a few of the questions from the media, and then if we have time, we'll come back for more questions. But one question which a lot of people were interested in was the strategy for Wanda in the UK. What is the strategy in the country? Where do you think are the good investments in the UK? And if the UK leaves the EU, will it be less attractive as an investment? 你是问两个问题了，三个啊？对，我就先回答，推不推欧盟吧，是吧？OK， 这个我的判断是欧盟，英国不会退出，尽管有公投，也可能我的判断不对啊，为什么呢？这个首先从历史上看，英国就是欧洲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真正脱离过。它有历史的文化的渊源在里面。第二，现在经济全球化，英国很难独善其身，说离开欧盟它可以完全活得更好，这个东西啊很难说。现在退出的究竟利大还是弊大说不准，不要听政治家的，政治家忽悠说退出的更好，我跟你说退了说不定更坏。还有第三更重要的问题是，退出去容易，再想进去就难了。
你英国投票一退了，退了你再想回欧盟试试看就不一定了。还有坏处呢，英国退了欧盟，中国人来旅游是不方便了吧，对不对？现在一个表，申根一个表，啪盖个英国章就行了。你退了欧盟这个表就 不好使了，要填两个表，麻烦多一点，中国人来少了，中国人来少了可能对英国经济帮助小一点，是吧？你看那个哈罗兹，我去见总经理，他说现在卖货的90%都是华人，是，所以我觉得退出的弊肯定是要大于利的，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啊，也许不符合某些政治家的判断，啊，这是讲对欧盟的问题。第二个关于在英国，这个在万达这个当中的定位，我们把英国和我是把美国和英国看成并重的世界的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大，为什么投了100亿美元？美国大，人多，机会多。因为市场大，是不是就意味着机会多？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英国虽然人口没那么大，市场没那么大，但英国是全球市场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没有任何审批。我到英国的做任何事，我问要不要审批，没有。我确认吗？买什么东西都不用审批，没有。我觉得奇怪，我说到美国就号称说最自由国家去了，还这个商务部啊、外商投资委员会啊，都要审批的。啊，你如果不审批，他有一条规定，50年内可以随时取替你的经营自由。你下来，你更肯定要去审批了，是吧？其他国家更多，英国是自由度最高的，啊，而且英国的法治啊，各方面就服务的行业这个细致程度、社会分工啊，都非常符合这个投资里面。所以万达是，我说了，我们是非常愿意在把英国作为整个欧洲的一个中心来看待。我刚才讲了，我们昨天跟贸易大臣已经在探讨一个几十亿欧元的投资项目，一旦这个项目落地，可能我们也可能考虑会把整个欧洲的总部放在英国，啊，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已经有2600多位员工，我们那个酒店开业以后可能会接近3000个员工，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谈这一个项目，这一个项目就能提供超过10000个就业岗位，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室内的。综合性项目啊，不是商业的，是娱乐呀，这个很多综合性的一个项目，所以你能看出来我们对英国的重视啊，再加上还有本身我的小孩也是在英国读书长大，哎，对不对？对，也有这个原因，是吧？ There's a lot of worry about China.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biggest risk facing China, and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reforms that are needed in order to keep the economy going forward? China now is facing the biggest challenge, which is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Because China's economy, said plainly, is supported by 3 aspects.过去最大是投资，第二是出口，第三才是消费。但是现在出口没有那么以前那么顺了，整个全球经济啊，包括欧洲，你看到现在也不是太稳定，出口没那么好，投资现在也是现在能投的地方都投的差不多了，再找新的投资机会肯定有很好回报的机会也不多了。那么现在就现在这么说吧，就是被迫，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被迫要进行结构转型，在结构转型当中，经济就放缓，啊，税收会下降，也可能严重一点会影响就业困难。所以对中国来讲，啊，最大的一个挑战不是像别人讲的这个问题，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而这个转型是必须要做，不得不做。就是你愿做不愿做都必须要做，那么在被动情况进行转型困难就大得多，啊，所以现在你看中国经济现在就出现了一些持续放缓的趋势，啊，但是呢，在这个经济调整当中，啊，也有好的机会的。中国人的老祖宗发明这个汉语啊，这个语言我发现是非常精准的。他说，你看危机。他形容出现危机，他不说出现危险，有危也有机呀，
有危险有机会，辩证法，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对吧？这很好的一个词汇。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说这个转型，虽然工业制造业、出口业有困难，但是服务业、娱乐业、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巨大的发展。去年中国人出国旅游增长了20%，海外花了好多钱呢、啊，对吧？海外花了上万亿啊，可能还不止呢、啊。去年出国增长20%，国内旅游增长也10几，去年娱乐业增长40几，你们能相信吗？那么大的盘子了，去年增长30-40%的增长，所以说，只要你针对中国转型找准的方向，针对这个内需，特别是在内需当中的一些娱乐产业、体育产业、旅游产业这一类的新兴产业，机会是大大的。有请。Over the last 30 years, a lot of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has come at the local level, local officials who are willing to try new things. I hear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drive, you know, everybody agrees that getting rid of corruption is a good thing, but many local officials are scared. They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new things. They don't want to innovate. Is this a problem at the same time that we need bold reform to get things started again?中国经济出现的下滑，或者各地方官员有一些这个不作为的现象，其实根制度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于就是这个制度设计上还有缺陷，就是还把这个调动积极性的这个部分，和这个反腐败的这个结合这方面，这个还需要这个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就是但是不能认为说因为反腐败所以官员就不作为了，他就不干活了，这个说法我是完全不赞同的。你现在起码来说，对于我们搞企业来说，减少很多麻烦。我们是觉得，特别是私营企业啊，也可能国有企业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私营企业觉得对我们是非常的利好，省去很多麻烦，吃拉卡要的少多了。对，In the blue. Wang 总您好，谢谢您今天在这边给我们的讲话，我觉得真是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然后本来我想问一些宏观经济的问题，但是在刚刚的回答和提问和回答的环节中，我已经得到了答案。然后我相信下面我要问的这个问题呢，代表在座很多同学的心声。就是说，你说在美国你们有18000个员工，在英国你们有2600个员工，然后你们马上要开一个项目，然后要招10000个员工，我们如何可以为您服务呢？在，我觉得作为海外华人，作为会说流利英语的海外华人，我们很荣幸的可以为万达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一个跨国企业，贡献我们绵薄的力量。你是愿意到中国去服务呢，还是在英国服务啊？我比较倾向于在英国为万达服务。那 OK， 我刚才讲的，我们正在探讨这一个大项目，能否在英国落地？其实这个项目我们2年多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种种原因吧，现在英国走到后面了，我这个星期2天3天以后，我们会在另外一个国家宣布这么一个大型的项目，正式的落地，很遗憾英国没有成为这种大型项目的第一，我昨天跟贸易大臣说了，本来英国应该成为第一的，后来他挺会说话，那我们不是第一，但我们会成为最好，我说行。你这个不愧是外交官啊，
这个项目呢，如果哪怕是第二个也好，第三个也好，倒不要紧。如果一两年内这个项目能落地，起码是超过10000个人的服务岗位的。那你这个会这个英语讲这么好，又会讲中国话，那肯定我们是优先录取的。你别以为我忽悠你啊！你真的是将来可以我们有那个什么，我们有网址的。啊，你很简单啊，这个，明白？你很简单，你就写上一句话，我是那个在牛津大学给你提问过的那个谁谁谁谁谁，我就一定录取你了。非常感谢王总的答案，我会记着这一句话的。不光这句话，我跟你说。我很可能还要为牛津大学再做点新的贡献啊！我下午跟那校领导也在谈，如果再给牛津做贡献，我就更得加一句话了：凡是以后牛津毕业的就优先了。趁我还拿着话筒，我代表在座的各位感谢王总。One last question, right there in the middle.谢王董事长，虽然我不是牛津大学的，我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然后这个问题不是代表就业，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既然您应该知道80年代90年代中国起来了很多创业家，成为现在的一代中国的英雄吧，在民营企业中，但是我们现在到10年甚至20年之后，我们中国的经济环境以及政治体系都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想创业的话，我们所处于的条件和您所在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请问一下，您有什么建议以及什么指引给我们这帮如果想要创业的人士？谢谢。谈不上指引了，只能说建议吧。其实现在的创业环境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我跟你讲，我创业注册资金那50万块钱，大概50000镑吧，都是借别人的。你知道多高的利息吗？25%的年息，5年还本，每年付息。但那个年代，你如果没有人跟你借这么高息，连这个钱都借不到，借不到就不能注册。啊，现在你看有多少支持创业的基金呢？就万达自己本身，我跟你讲，我自己跟别人有合伙的创业基金。我自己还单设一个叫青年创业这个计划，每年支持100个人。当然可能因为我不能说我支持10000个人，我没那么多钱嘛，100个人大100个人当中投资多少干什么，我们还有一个评估了，是吧？所以因为现在这个类似支持各种青年创业的这个资金是很多的。关键是你怎么样找到资金。最最重要有一点就是要做好一份能吸引资金的商业计划书，说穿了就是你这个计划要可行。说的不好听话，你得会忽悠，啊，你得说的对，叫别人一听靠谱，是吧？你不能有些青年人创业一说就上，说的很大，我要做这个行业第一，我要把这个做到世界第一，别人一听你这个不敢给你投资了。你脚踏实地，做什么呢？其实不一定完全就是现在想的，就是一定去做什么。科技做什么，网络做什么，这不是这样的。传统产业照样大有机会。之所以叫传统产业，就是长寿，生命力强，它才成为传统产业。创新的产业盈利高，增值快，死得也快，那一样的道理吧。所以你说要是我给你一个指导，就是说最好和身边的朋友哥们们兄弟们，或者不行的话请这种有指导老师啊，你像我们那有创业有指导老师，我不知道你是叫什么名字啊。如果你愿意申请，我们也是可以的，我们有专门的申请的计划，是吧？今天所有提问的同学都有我一本签名的这个书赠给你，是吧？那么你今天既然提了问了，肯定在创业上我也会优先一点，是吧？您去了啊，支持创业啊。I'm afraid that we're out of time. I think that this discussion could go on for many, many more hours. And we could learn a great deal if we had time to continue. if everybody could stay in their places,
But please join me in thanking Chairman Wang and his colleagues from Wanda for joining us this afternoon. So.